是夜词儿吗？ 得点盐啊，大虫子。每当剑圣出现第二个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打不过了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你孤立无援了。无极掠夺者，剑圣，伊达斯，马斯特意。 五杀啊，可以来一个，早说呀！这留一手局啊，这把给大家开个五杀的，免费送鱼丸局，免费送啊，免费送，这都是免费送了，这都是。 我看看多少了，现在。左边1.6啊，免费送，简直就是，这就是免费送。漂亮，挖掘给。 同是虚空生物，没想到你居然大义灭亲啊！可以。你说那挖掘机物种都不同，是怎么变成英雄的呀？他的话都没法说，他就个挖地道的。 巴德最起码还是个小神仙，像弥勒佛似的。大虫子呢？是不搁这里头呢？没有啊，换衣了。 不能啊！这波塔下越塔杀的，没有啊！塔下要怎么越塔，知道吗？ 首先得让他打我们，哎呦我，一点也不慌呀，薅着，哎呦我薅着，别这样薅着，对不起薅着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给大虫子来，哎，让大虫子值点钱。 谢谢剑银桥的飞尖，这就是越塔杀嘛？你别着急，这不薅着来了吗？要不正常我们不骗他一点盐呢吗？可以给我杀着薅着。
完美。他应该不敢跟我打。哎呦哇，他有闪现，他的闪现什么时候好的呀？为什么不给我早说？哎呀我擦，有点小亏呀，我的那啥还没了，我的塔皮还没了。他第一波没交闪吗？跑的有点快呀，这闪现呢。我杀白送，你老着什么急呢？你很急吗？啊，你着什么急？你很急吗？你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我说了，我杀白送就白送。答应我，只是建议一下，咱可没有逼迫你啊。谢谢粑粑啊，不是粑皮，谢谢粑皮的荣耀皇冠。哎呀，那大虫子25个兵还玩呢，他玩个屁！吃我干哈？我不好吃。这两层塔皮无敌了，德克萨斯木印了。来，厕所回城，假装这一波啊，我杀耗子，吃个经验来。哎呦啊，擦，再吃一层塔皮。如果这个耗子一会儿敢出来啊，我们直接 R 一 Q 闪现全部浇到他脸上，直接把他砍死。他只要敢在我屏幕之中出现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嗯，这耗子只要敢在我屏幕之中出现，就已经死了。不知道他看我血少，他来不来啊？不来算了，我走了。无敌了。小地图算不算？小地图我都砍死了。小地图。Rampage. Unstoppable.
我们家这挖掘给一挺厉害的。哇哦！推下他啊！可以上。嘿！在这等一下啊，看看小黄毛要上哪去。 小黄毛居然不来，你的挖掘给应该不用来，我来吧。我闪现杀锤石咋的呀？不赢吗？能杀就得了呗，要什么自行车？对面那耗子上哪去了？ 你俩干哈呢？拿下全死！给我杀来，大虫子给我杀来！我杀小黄毛！为什么不是我的人头啊？ 不行，我得拿个五杀，我看看这耗子上哪去了。我要写个铲子，给个舞台。 1v5一波，兄弟们，嗯，给个舞台，挖掘给，装个杯，兄弟们，我在中路，一个人，来，我打你们五个。 没人吗？为什么他们家人都没了呢？收小兵了吗？刚才？哎呀，这是小失误，我按错了，这是鼠标按错了，没人呐，这咋杀呀？ 一共就俩人了，全挂机了。嘿！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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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唰
老垂死，那都不出门了，没法我杀了，聚聚了，杀不了。家里头挂机俩，推了吧。被锤石单杀，那防御塔不是人呐，这只能说是他配合防御塔将我击杀，怎么能叫单杀呢？我让他单杀，我的天，我也站那让他打十秒。他都没有虚区，这薅着不打个蓝，也不知道这薅着要出什么门了。虽然啊，他们都挂机了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杀有没有机会？有，答案是有，知道吗？呀，我怎么死的？这老有防御塔确实有点难受啊，我让那塔至少砸了我六七下，我的血基本上都是塔砸的，砸了我1278。哎呀，真可恶啊。先杀大虫子，那大虫子一口给我吃了，我还杀他。再来把剑圣。下把再来把剑圣啊！哎，没有防御塔了，我先推完了呢。9秒8秒，薅着要让人杀了，哎，进不去，算了，杀了两个，拿下吧。9+5。